岁月在指尖悄悄地流逝，书桌上的台历每日都在翻开新的一页，朝云暮雨，花开花落，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已成为40岁的女人。岁月如丝，生命如丝，写不尽的温柔，写不尽的浪漫，魅力是从女人的身体内部核心的深处自然而然涌动喷发流露出来的一种气韵，一种经后天的努力与修炼达成的美。它不仅不会随岁月的改变而消失，反而会在岁月的打磨中日臻醇香。唯有魅力而不是漂亮和美丽，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争取和拥有的。正如40岁的女人，熏干拌苦瓜的做法步骤：一、苦瓜；二、熏干；三、苦瓜洗净去瓤切片；四、熏干切丝；五、用开水焯熟过凉水备用；六、过开水焯一下备用；七、姜醋、生抽、少许盐、鸡精、香油、糖、红辣椒碎混合均匀做成调味汁；八、将准备好的调味汁淋在苦瓜和熏干丝上，混合均匀即可装盘。使用的厨具：煮锅。